富里乡农会农粮署东区分署合作，要在4月1号起到4月5号在罗山农特产品展秀中心花海区来举办美好的一天音乐手作市集，邀请游客 DIY 梅子醋，品尝好吃的梅子飨宴，感受这场季节限定的梅香盛宴。富里乡农会农粮署东区分署合作，将在4月1号起到4月5号在罗山农特产品展售中心花海区举办美好的一天音乐手作市集，邀请游客 DIY 梅子醋，品尝好吃梅子飨宴，感受这场季节限定的梅香盛宴。今年也推动了很多很多梅子的一个体验活动，我们也希望说在我们的4月1号到4月5号的时候，结合我们的稻草艺术季，这个春节刚好有春假的时间，希望所有的好朋友，喜欢梅子的还是到我们富里玩的好朋友，都能够到我们的富里的这个产区来，以音乐展演连结在地农特产品以及手作小物。活动内容包括了美好市集、美好一天三合、美好味道提供给消费者来品尝，另外也有安排20多组的乐团音乐表演。吴文芳小姐她会在我们4月3号的时候会来这里开演唱会，然后开演唱会之后，他会把他的所得捐给我们的安德启智中心，还有最重要就是他在这里也会设摊，就是他从我们的海洋捡下来的海滩捡下来这些垃圾，他们会做成不乐不作的这一个作品，手工艺品，他也会在这里义卖。总干事也说，整合周边农家，推出以自然的方式引领游客进行农村旅游体验，行销并推动富里乡的农特产业。记者高双双不一乡采访报道。